1955年夏末，河北省平山县霍滨台乡来了几位北京客人，他们携带着各种测绘仪器，时而在地上钻孔，时而又爬上山坡向远处瞭望，旁边还有人不停地记录各种数据，对着几张图纸指指点点。当时还在上小学的王增喜觉得好玩，整天跟在后面看稀罕。因为我这个父亲他是这个乡长，他这个了解情况比较早也比较多，他的家里也在讲这个事，说要销这个山谷，要留在咱们家里住着，工程带要进入，在村里听这个大人们讲。这个看他蛋，钻眼蛋，那是叫钻眼蛋，大眼的钻眼蛋。在霍滨台人看来，他们身边的滹沱河流淌了上千年，历朝历代都由着它的性子东奔西窜，谁都没能把它制服。如今要在河上修水库，恐怕也就是热闹一阵。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半年以后，北京来的这些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资料走了，小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霍滨台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中，北京勘测队的话题越来越少。平山人没有想到，正是这支北京地质勘测队的到来，肆虐千年的滹沱河在3年后将不能随心所欲，平山县十几万人的命运也就此改变。谢燕婷擦拭的这块石碑是60年前村子搬迁时父亲带出来的。1958年，国家决定在滹沱河上修建黄壁庄水库，平山县的水碾村正好在库区。搬家的时候，谢燕婷的父亲就把村里的这半截石碑带了出来，因为这块石碑上记载着道光27年众人集资重修水宁寺的经过，他父亲觉得这块石碑非常珍贵。从这个水库里边老村那个搬这个水碾往上搬家，老父亲为了这块碑啊，弄这村儿讲叫是土拨起车，这个土车啊装这个碑的时候把这个车厢都压坏了，压了以后抬上来以后整用了多半一天时间。水碾村名字的由来，在当地老人的口中有一种说法，就是被水碾着走的村子。为了子孙后代不再被水碾着走，水碾村先人早在元泰定4年，公元1327年修建了水宁寺，祈祷上苍消除灾患，水宁民安。
虎头峰历史上有好几个名称，刚开始叫鄂池，后来这个水晶啊石记里面又叫虎头河，到北魏的时候又改名叫清明河，清就是清水的清，安宁的宁，河道的河，这个名字就反映出当时的皇帝政府老百姓对虎头河的一个希望，希望它又清又安宁，造福于人民。但是历朝历代经过那么多年的奋斗，虎头河一直没有清，一直没有宁。祈求安宁的水宁寺早已不见了踪影，也并没有让虎头河安宁下来，是在这半块残碑上留下了水碾人的美好愿望。如何变水害为水利？千百年来，人们对虎头河这条鄂池的治理一直没有停止过。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常山郡平山县县城附近的蒲武渠顺利竣工。当时汉帝国正在虎头河上兴修一条从山西到河北的运河，进行漕运，蒲武渠是其中的一项重点工程。140年后，为北伐乌桓运送军需物资，曹操下令开凿平鲁渠、泉州渠。这两条新开运河的通航，不仅把肆意横流的滹沱河纳入北方运河体系，而且沟通了漳河、滹沱河、大清河，为形成今天的海河流域格局奠定了基础。作为平山县村庄考的志愿者，风景图正在编写通家口村的村史，在收集资料物证的时候，本家的一个叔叔告诉他，通家口村有一块记载清朝时期民间集资修桥的石碑，修港南水库的时候有人搬移了出来，在那个破四旧的年代就把石碑埋藏了起来。我们通家口是在虎头河的北岸，那个通风塔是在虎头河的南岸。由于这通风塔是不当时是非常腐弱的，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着一句通风塔里每小双塞，红绳子上日经倒经，我们河北岸再到河南岸种地非常不方便。砍掉杂草，刨开泥土，清水把泥土冲洗干净，石碑上的字迹渐渐清晰。随着沙包的敲打，碑文跃然纸上。今平山城西铁库院寺前有一官船口，乃东往西来之大路也。始于此而无桥梁之建，则水势汪洋，虽有船于济渡，而石质含护，实难免于涂涉。乾隆年间，我们的这先祖冯应禄等人，
和红子店，还有烟雨沟，协商着咱造一座桥。这座桥就是为了南北方便，交通方便。乾隆十年九月初三挖了工，这个桥大大的便利了这南北交通。这不光就是说我们村都通它种地方便，而且是在这南来北往的这个客商什么的老百姓这行走都得来了相当大的便利。风景图所说的滹沱河南岸的通红滩，其实是通家口滩和红子店滩的简称。在河滩上运用营田法造田，是当时清政府对滹沱河开发治理的一种措施。公元1725年，刚刚继位的雍正皇帝颁发诏书，在直隶一带疏通河道，全面推广关乎国计民生的水利营田法。当时在直隶省成立了四个局来管理这个营田事务，利用当时这个洪水留下的洪涝区就发展水田，其中包括滹沱河流域的平山、景兴、新乐、正定，当时都有营田，旱作农业变水田的，它给当地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平山知县是曹锦人生仕途的第一站，新官上任雄心勃勃，他到平山后首先做的就是开渠造田，继续推行滹沱营田法，惠政于民。艳丽而田成，精道甚茂，然淤泥积久则出高，而水不能上，需种黍粟疏枝，以土平而水可上，水旱互溢，田乃可久，此滹沱营田之法。怎么营田呢？他先在滹沱河两边造一个埂，让滹沱河里面含有大量泥沙肥料的水进来淤积，淤积好了形成这个水田，可以种水稻。随着不断的淤积，不断的淤积，这个田就高了，高了以后水进不来了，就种旱作，种红薯，种稻谷，对吧？地里地方呢，继续用这个方法淤。平山知县曹锦积极响应朝廷大力推广的营田法，创造性地利用滹沱河中游的水势和地貌，使滹沱两岸先后形成了大小36块土壤肥沃的滩涂。这些滩地土质黑黄，异常肥沃，一年两季稻麦两熟，堪比江南水乡。在滹沱河及其支流沿岸，自然形成了一条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农业丰收的经济带。姑苏、北庄、南庄、红子店、东黄泥、西黄泥、益阳、水碾、川芳，犹如这条经济带上一颗颗闪亮的明珠，熠熠生辉。曹锦对水利营田情有独钟，即便是多年以后远到台湾做知县，也没忘把滹沱营田法带到了宝岛台湾。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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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孩子们颂扬的曹公就是曹景。1837年春，曹锦奉令到台湾凤山县担任知县。曹锦上任伊始，正值凤山大旱，民不聊生。他组织当地百姓，利用地势落差，在九曲塘上筑起堤坝，拦蓄溪水，并开凿引水渠，灌溉万顷农田。1957年春节刚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在办公室接待了两位河北省的同志，王在华那天正好在场做服务工作。汇报工作呢，我就听到，他首先呢要拿出一个很大的个地图，挂在这个会议室的一面墙上，挂的很大很高的。他就讲到这个，这是咱们五年计划，决定要修的港南水库啊，什么时候修好，什么时候拦洪，蓄水，大概有多少个村庄需要搬迁，蓄水量有多大，这个准备什么时候蓄水，什么时候搬迁，讲到这些问题，我就比较很注意的听，那我这就。通过他们这个介绍呢，我就知道这是中央的决定，国务院的决定。王在华后来才知道，向陈云副总理汇报工作的那两位客人是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林铁和副省长严达开。汇报的内容是要在平山县境内修建港南水库。其实早在1955年秋天，也就是北京来的勘测队离开霍宾台不久，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就根据实地勘测的数据编制出滹沱河规划要点，提出在滹沱河干流上修建港南、黄壁庄两大水库。为了尽快解决下游的洪水问题，河北省委向陈云副总理汇报时提出首先修建港南水库。港南水库的坝址确定在西港南村，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这与34年前民国时期华北水利委员会选定的坝址相差无几。两代水利人的不谋而合，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192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华北水利委员会，著名水利专家李遗址担任主席，并聚集了一大批中外知名水利专家，堪称振兴华北水利的大本营。华北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呢，在华北农田水利建设、防洪工程、航道整治工程还有大运河治理方面的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呢，奠定了华北现代水利事业的基础。1921年10月17日，预测会室主任吴思远军奉会令离京，拟勘山西省滹沱河上游拦洪水库适宜处所。这是刊登在《华北水利月刊》1937年第10卷上的滹沱河上游旅勘报告，它记录了千百年来人类第一次用科学的手段对滹沱河进行勘测。
11月10日，测绘队到达红紫殿，在红紫殿烧下，测以罢止横剖面而较佳之水库，以及在此。经过10多天反复论证，测绘队最终将平山县红紫殿区域的主坝坝址确定在南庄。从港南水库修建之前的平山地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南庄村与现在的主坝坝址西港南村都在滹沱河北岸，相距只有10公里。为了利用滹沱河水灌溉灵寿、霍路等县的农田，河北省在1933年决定筹建滹沱河灌溉工程。当时的华北水利委员会与河北省建设厅对滹沱河勘察后，制定出了滹沱河灌溉计划。令人惊叹的是，滹沱河灌溉工程最关键的筑堰地与23年后确定的黄壁庄水库主坝坝址黄壁庄村完全一致。1933年10月20日，滹沱河灌溉工程正式开工，并命名为仁寿渠。仁寿渠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林正渠。位于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的这座3层小楼，人们称它为小灰楼。中国人民银行就是在这里正式成立，人民币就是从这里开始发行。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日伪时期，这里曾经是日伪华北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今天的石家庄市当时称石门市。1938年冬天，日本内务省派出一支由青木工程师带领的地质调查队，从这里出发，沿着滹沱河溯流而上。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修建石津运河提供技术资料。77事变后，华北地区战火四起，正倾尽全力急于侵吞整个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怎么会对一条古老的河道感兴趣呢？张双龙，井陉矿区焦化厂原总工程师，退休以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对石家庄近现代历史的研究上。在他个人收集的资料中，有一份日本工程师青木南男撰写的《金石运河调查报告》。报告中说，如果能在石家庄和天津之间建立直接连通的水路，实现以低价的水运方式完成物资的运输，将会对开发利用中国北方的资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对滹沱河进行为期1年的调查结束后，青木调查队形成了一份长达800多页的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滹沱河、阜阳河流域的水文、地质、气候及厂矿企业物资运输等内容，还附有100张照片，是研究滹沱河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为了对滹沱河进行全方位的勘察，日军还出动飞机对滹沱河中游进行航拍，这是我们迄今为止发现的平山县最早的航拍照片了。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石门以后，他就想把石门呢作为掠夺华北物资的一个重要的集散地，所以这时候他开始规划了一个石津运河工程。
十津运河计划中的取水地点基本在仁寿渠堤坝的下游，被认为是最好的取水点。将现在的堤坝拆除，让仁寿渠堤坝兼作运河取水堤坝是最好的方案。青木调查队在这份调查报告中提出，在滹沱河岸的黄壁庄设引水口，引水口指引水段，出石家庄沿石仓路东行至县县入子牙河，此段为运河段，后经子牙河、海河到达天津。在张双龙搜集的日本工程师上野光夫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把当年开挖石津运河的目的表述得更加淋漓尽致。为了尽快将战略物资输送到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战命令是开凿石津运河，这样就可以将山西的煤炭和冀中的粮棉通过石家庄至天津300公里的新运河，再由天津直接输送到北九州。1942年春，华北日伪政府在石门成立，建设总署石门河渠工程处，并举行了石津运河工程开工典礼。但是经过3年施工，只完成了从黄壁庄到藁城的30公里的引水渠。新各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とに鑑み，日本战败投降后，为了掠夺华北战略资源而兴建的石津运河工程就此中断。就在华北日伪政府忙于修建石津运河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政府也成立了核务委员会，出台奖励政策和措施，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消除水害、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当时边区政府提出来，一手拿枪，一手拿钱，敌人来了就打，敌人走了就干。在短短2年多的时间内，整理旧区2700多条，新开凿新区1200多条，恢复水田面积53万亩。在这样一种艰苦战争的环境里，能够取得兴修水利方面这样大的成绩，可以说是非常惊人的。今天平山县仍在使用的大川渠、纪三渠、林正渠、民生渠等多条灌渠，就是在那个时代修建的。大川渠就是在1938年大搞水利建设那个情况下开始修建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日寇的占领，曾经是渐渐停停。1944年春，将日寇完全驱逐出境以后，开始全线复工，到1945年的4月初7，全线建成通水，整个浇灌了带五川4.4万亩耕地。这是1939年出版的《晋察冀画报》，在这期题为《滹沱河之下》的图文报道中，作者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平山居民抢收小麦的情景。河北平山一带的石鱼滩、渠坝纵横、田畴高鱼，农产颇为丰饶。麦收时节，平畴迷望，一片金黄。人民熙熙攘攘地忙碌着，子弟兵也早已动员起来，
以坚强的战斗力防止日寇肆扰，粉碎抢卖扫荡，且以雄厚的劳动力帮助人民快收快打快藏。由于1956年全国建设投资过度，带来了财政和信贷方面近30亿元的赤字。为此，陈云主持制定了关于编制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指示，指出，1957年不应该开工的建设项目，应坚决的不开工；该停工的，坚决停工。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组长的陈云，为什么会把港南水库列入1957年年度国家水利建设计划，并且在国民经济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同意由国家财政投资1000万元的建设资金呢？中国的黄淮海地区，它既是北方的粮食主产区，同时又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所以陈云向中央建议，尽快尽早解决黄河、淮河、海河流域的水的问题。因此，在国家财政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陈云同意由国家财政向港南水库投入1000万的建设资金。酝酿已久的港南水库筹备工作，终于在1957年的春夏之交正式启动。这年5月，河北省成立港南水库筹备处，着手准备工作。7月完成港南水库土坝初步设计，确定了在西港南村旁边筑坝的坝轴位置。西港南村是著名作曲家曹火星的家乡，他创作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唱遍大江南北，经久不衰。
1943年冬天，日军曾经在这里杀害135位无辜百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港南惨案。而今，随着港南水库工程的开工，港南这个名字再次引起世人关注。这港南这地方正是一个所谓这个山区啊，变丘陵。山因为在山区，所以不用修很高。另外特别优点的是地质，它是火成岩，火成岩就比较密实，不怕炮，不怕水炮。一个是地位置优越，一个是地质优越。根据港南水库建设规划，大坝的坝址就确定在西港南村两山夹池的位置。它是个出山口，你要控制山区的洪水，你必须就是说能控制住，它不可能在边上再泛滥，这才行。就港南正好是个出山口。港南水库坝址啊，是在整个滹沱河的中游偏下，在这修建这个水库以后啊，基本上控制了滹沱河山区的绝大部分支流，特别是啊，这个还控制了以这个洪水比较凶猛的这个咸宜河，这个河的一个，也是整个滹沱河流域的一个保育中心，也把它控制了。其实，港南水库坝址的确定并不顺利，随着2014年邓小平传的出版，其中的争论过程才得以披露。按照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的工程计划，港南水库主坝选择在西港南，就意味着要淹没位于库区中的中共中央旧址所在地西柏坡。当时文化部和河北省不同意淹没西柏坡的方案，水利部党组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分歧。时任水利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的钱正英为此事多次率专家到平山县进行实地考察调研。之后呢，他写了一封信，通过李宝华转成了邓小平。这个信中呢，他就说了，说这个问题能否得到及时正确的解决，关系到当前海河治理的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政治影响。这小平同志看了信以后啊，很重视，就当即批示杨尚昆，说派人详细调查，并特别嘱咐啊，要详细的了解一下，如果采取不淹西柏坡的方案修建水库的话，要花多少钱，多花多少钱，多花多长时间。经过反复考虑权衡，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果断拍板作出决定，按照国务院的批示，原计划不改变。1959年春，港南水库工程按原计划正式动工。在库区蓄水之前，不到百户人家的西柏坡村民，绝大部分后靠到北侧的坡地上重建家园，成为西柏坡新村。这是一份现存于河北省档案馆的会议记录稿，记录的是1957年9月21日，在国家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主持的港南水库勘探设计座谈会上，中苏专家针对港南水库的坝型、溢洪道、覆坝等问题展开的激烈讨论。
其中，究竟是建混凝土坝还是纯土质坝，成为这次会议的焦点。经过在港南的现场考察并进行综合考虑，国家水利部最终决定采用投资相对较低的土坝方案。这年十月，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完成了滹沱河港南水库工程初步设计书。从这张密密麻麻的设计施工图上，我们看到了水库大坝的基本构造和主要技术指标。一个就是咱们主坝，有16座副坝，右岸5个，左岸11个。大坝设计的时候啊，高程是205公尺，主坝的总长是长是1701米，副坝是5459，整个大坝的总长是6280，因为我们主坝59米，那么它的这个底就到了300多米。空中容量当时设计的时候也是15.7亿。这是平沙下第一个移民村，叫木沙窑村。1957年秋收刚过，平山县霍滨台乡木山崖接到县里的通知，港南水库的首期工程导流洞要建在木山崖村，村民必须在春节以前全部搬出。直到这时，乡亲们才明白，三年前到村里勘测的钻眼队说要修水库的话竟成了真事。木山崖成了港南水库库区第一个移民村。它的地理位置啊，是在咱们坝址附近滹沱河的右岸，偏向主河道里凸起的一个这个小山包，比较陡峭，然后在这啊，就来这修建一个洞子，一个洞子短，比较经济，比较这个工程量小，然后能尽快的投入到运营以后，为咱们大坝修建啊争取时间。从实际这个施工当中来说，从58年3月17号的开始打。
水奔涌向东方，向东。